好，行政院长陈建仁18号在行政院会当中听取中央选举委员会第16任的总统、副总统，还有第11届的立法委员的选举工作报告，要求中选会应该要加强办理相关的澄清、举报，还有函送检警调机关等等的工作。至于呢，中选会17号这一天移送25件的坐票造谣案，是否有包含网红艾丽莎莎呢？好，针对这个部分呢，中选会说，检警依法在侦处中的案件是不便做说明的，也就是他们并没有证实。好，民众党的前立委蔡碧如这一回哦，在台中的第一选区小输给对手。媒体人吴子嘉认为，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现在罩不住民众党的这8位不分区立委了，所以他认为蔡碧如的下一个职务就是回来帮柯文哲牵制这8位立委。柯文哲很有可能呢会给蔡碧如一个职务，然后兼立法院党团的一个主管。另外呢，中国时报的社论在今天分析的是新国会3党不过半，当然民众党的8席立委就有望左右政局，不过也很可能会陷入角色错乱的价值冲突。好，因此呢，摇摆的柯文哲未来是走向民主监督或是走向泡沫呢，现在恐怕是外界必须要好好来讨论的，因为很有可能会变成空有主张但是什么法案也推不动的小党了。好，当然柯文哲在这一回总统大选落败了，选后他除了怪投票率太低，也怪民调失准，操作气爆。好，因此呢，我们来看到这个是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，他就炮轰了柯文哲，明明知道自己是老三，还欺骗选民，一点羞耻心都没有。柯文哲是一个讲话这个奇没有水准的人啊！你明明知道你是老三，你为什么要骗选民？你是老一老大，你欺骗的是你的支持者。所以我看到网络上有一句话，我一直拼命来讲，这个骗子的能够骗多久是傻子来决定的。再讲一遍，骗子能够骗多久是傻子来决定的。这个骗子叫柯文哲，傻子叫做柯粉，就那么简单。一大堆柯粉是傻子，就听他的。为什么说他对他的支持者欺骗者这么恶劣？因为这中间有2件事情哦，我现在讲哦，非常糟糕。台湾今天选出了赖清德当总统，我现在问你很简单一件事情：这两天的外资离开台湾多少钱？昨天一天1300亿，外资离开台湾啊，汇出大逃亡，大逃杀，大逃杀1000多亿汇出去了嘛？好，一路汇出去。我问你，未来有没有外资会来投资台湾？你说有，你认为有没有外资会来投资台湾？如果你现在外资的眼光觉得台湾是个风险之地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赖清德会搞台独啊，对啊。所以赖清德当总统的一天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台湾就不是投资的，不是一个国际上认定可以投资的良好的国家，对不对？对，同不同意嘛？同意。那如果外资不来投资台湾的话，台湾的经济有没有未来？当然没有啊。所以未来4年经济没有未来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本国的投资者，台独金主会不会4年内投资台湾？不会啊。所以未来4年，台湾的经济，我跟你讲，寸草不生。我跟你讲，一片黑暗，没有前途。最大的被害者的族群，我告诉你，就是20到40岁。嗯，那这些人全部是柯粉，柯粉，然后给他钱200块，他也 A 嘛。他那天 A 到什么时候？11:59募款啊，募款啊，有这种 A 小额募款募到11:59了吗？你就帮帮忙好不好？你在外面几千万都可以拿，你弄那个，你骗那个年轻人小孩子的钱，连年轻人小孩子的小草钱还在骗。啊，今天完了之后，他现在他还在那边大话之，还在那边还一点羞耻心都没有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哦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2-3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。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1000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
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,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